我这千军万贯砸下去，必定让你做梦都是机遇满堂。为什么叫七月？嘿，因为我七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。金钱，好东西。钱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只会是因为钱不够多。搞钱搞钱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别看我年纪小，年轻可是本钱。先谈谈报酬。财运亨通，搞钱搞钱。你们的靠山来啦。总之有钱，守着财宝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吗？机遇满堂。公孙姓可是中原武林中的金字招牌，我们有身份的人确实这样的。